张吴豪 ，Hello 勇哥，谢北园的小小树苗 ，Hello 雷乐一 ，Hello， 谢谢姑展送的小小树苗，谢谢勇哥送的告白气球 ，Hello 伊犁 ，Hello 福福猫，今天也太美，谢谢啦，哎不是，不是，因为我真的找不到就是机会穿我的新衣服，所以我就真的很想穿。所以就只好趁着直播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会化妆。Hello 小布丁，谢谢北原送的感心康买心。今天其实妆跟昨天没什么差别，头发我也觉得难度没什么差别，只是可能是额头的问题吧。Hello Hello Hello 阿哲 ，Hello 雨松仙女。仙女奇怪手势，谢谢 ，Hello 坤坤，谢谢小布丁送的爱的烟火 ，Hello 安息，篮球明星没有喂，没有特别喜欢的，但如果旁边的人就是如果大家在看篮球的话，我也会跟着一起看，就是我比较少看运动。比赛，嗯，啊，这是僵尸的手势，这么酷，这样才是僵尸吧？还是我的僵尸跟你僵尸不太一样？Hello 小薰 ，Hello 世宏 ，Hello 康威，心情问题吧？就是你们心情还是我的心情？我昨天也穿新衣服啊 ，Hello 。Hello 五本二 ，Hello 微微 ，Hello 流浪的路人 ，Hello 微如 ，Hello 波尼，也没有到每一次都不一样啦，对，总是有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就是我穿开始穿睡衣的时候，就大概就是你们就知道了，没东西可以穿了，没有变化，笑死 ，Hello 饼干。Hello， 北京。Hello， 广维。今年可能南边哦，真的假的？耶，七七真的是好的名字，跟你讲 ，Lucky Seven，OK，Lucky Seven。谢谢辉仔送的爆竹，穿这样等一下要去哪？没有，等一下就直播结束之后就要卸妆换睡衣。换居家服了，那没有要出门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大师不出门的状态，我绝对不出门。有按到了，不是这样，Hello， 谢谢 Hello， 谢谢洛里送的小小树苗，额头。没事，是最近比较危险嘛，所以就减少出门的机会跟几率啊，频率应该说频率，嗯。谢雪在发送的长辈图，好长辈，长辈滤镜。Hello 人好 ，Hello 志强，母亲节快啊、哦！谢谢，应该是跟我妈妈说的对吧，洛里？午安啦，古早味。Hello 志强，谢谢后燕送的爱妈咪会员票。C
卡 ，Hello， 谢谢洛丽送的妈妈，我爱你，谢谢。谢谢沙友送的浪的心，今天穿这么水，昨天穿的不水吗？昨天明明也很好看，我超喜欢昨天的那个衬衫哎，果然男生跟女生喜欢的就不一样。你们是因为它的设计比较浮夸，还是因为它肉比较多？哎、欸，我真的不懂哎，有时候很生气，每次我穿我觉得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很喜欢的衣服，然后你们就说它像睡衣 ，I don't know why， 告诉我 why。为什么嘞？是因为它有这个蓬蓬公主袖，或者是这个荷叶边吗？嗯，我好奇啊，哦，因为有锁骨啊，锁骨吗？袖子啊，袖子吗？好吧，这必须得说，昨天那件比这件还贵，为什么嘞？材质吧。突然编头发，其实也没有说突然啦，就是当你昨天吹头发没有认真顾你的刘海的时候，通常隔天都吹不回来。然后又懒得冲洗一次，所以我就把它编起来啦。你们不要那边想要听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后面的故事，后面的故事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美好。嗯，我们知道结果就好了哈，过程不是重点。谢谢瑞奇送的小鸡蹦蹦，金苹果有什么意思？谢谢关大送的甜蜜爱心，谢谢阿凯送的星唇，谢谢周送的香槟。今天太好看了，好吧，你们开心就好，反正我在家里没事，只是要比较早开始用啊。那金苹果送的香槟，大家今天就是看到我这样，然后觉得很好看，然后开香槟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突然觉得其他天的雨晴不被尊重。布料比较多，比较贵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吗？想当吃瓜群众？哎、欸，微醺的，人家都是微醺的夜晚，人家是微醺的中午。对，大家嘴巴今天都超甜的耶，傻眼。Hello， 吴安李真。哎，看到自己长得很好看，也是心情很好啦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认真查这是什么一些这是饮酒的小知识，因为没有在喝，而且没有人想要中午的时候突然想要来一杯吧，感觉很奇怪，也只有喜酒的时候 maybe 才会这样子。嗯 ，Hello 一晨，哇，谢雪在发送的香槟，一次。八八八八八八级的香槟，好酷哦！我第一次看到，哇哦！谢谢雪呆八，那个很帅哎，那个香槟的特效已经强到把我整个人遮住了，哇哦！谢谢雪呆八，受宠若惊，可恶！我是不是每次都要得穿这样子？突然我觉得是不是平常的我太不认真？元宇宙香槟，傻眼，梦幻到不能喝。Hello， 谢谢 Live 送的枫叶。Hello， 梦涵，这很像那个之前很有，就是有一阵子很流行的什么什么银河香槟。我爸爸之前很认真，不是很认真，就是我爸之前喜欢买，就是各种不同的酒，就算收集吧。他就是买什么《冰与火之歌》的系列，然后之后又看到什么银河什么香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超酷的，他就是有那个粉，然后摇一摇，然后倒下来，然后就会有那个什么，就是流沙，你知道，不是那个奶黄包的流沙，那不太一样，那个流沙很漂亮，我觉得那好酷。
全部八八八，累一耶一耶。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东西，感觉很像那个倒下来应该是长这样，银河系香槟。喜欢，真的很喜欢。你认真，我们就开酒。傻眼 ，Why？ 谢谢啦，不好意思让你们花那么多钱，还是朴素的我比较好吧，让人比较省。谢谢果送的文手礼。我觉得我昨天也长得蛮好看。我昨天不是跟你们说，直播结束要出去嘛，就是去药局买我的过敏药。那我就戴个帽子走在路上，然后说看一下我今天长怎么样好了。就哎呦，蛮好看的，是不是太久没出门了？怎么看都觉得蛮好看的。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姐说，拿一张照片说，你看这是不是蛮好看的？就是我在路上随便，就是想要只是为了看自己的，应该说自己的头发有没有卡在口罩，然后变成胡子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要确认这个，发现自己长得蛮好看。然后我就把那张照片给姐姐看，你觉得我长得好不好看？你仔细看，你细品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还蛮好看的吧？然后她说，蛮好看的。我说对啊，我是不是太久没出门了？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外面的我都蛮好看的。然后他这样看我，因为对于一个他每天都要上班的人，他觉得我很欠揍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没有，昨天就是太久没有出门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一时兴起打开了相机嘛，然后看一下，太久没看到这样的自己，有点不太习惯。Hello， 志凯，谢谢苹果送的幸运四叶草。Hello， 缪，谢谢苹果送的一封信，谢谢他送的闪光星星。我昨天，我怎么觉得我每天在家，但是，我只要一出门就会充满了故事。我昨天很好笑，就是我买完药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透明隐形眼镜没了，我今天戴透明的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我要去买透明的隐形眼镜。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就是我有说我之前想要去买肉桂卷，然后但是我看到路边的北北，然后所以结果我把那100块拿去买了他卖的花，对，就是一小束的花，然后我那时候买的是桔梗吧，然后我。就是我路过吧，我发现那个北北还在那里卖花，我想说北北，你看起来年纪应该超过70岁了吧？你在这边好危险啊，怎么办？然后还卖康乃馨这样，然后我想说，还是买一下好了，虽然我见不到我妈，但是因为我这周没有回家，我觉得太危险了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还是跟北北买一下好了。然后我就跟北北买了一朵，就是一束花，那束花、啊、被我插在那个。爆米花的桶里面，爆米花桶里面看起来超级随便，因为找不到东西可以放，就只能暂时放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蛮小束的，一二三四，反正就是有戳而已，100块，我是觉得略贵啦，但我想说北北很辛苦，然后北北又很危险，然后北北说个北北口罩要戴好哦，然后就走了这样，因为没有人买。每次看到北北在哪，然后都没有什么人去跟他买花，不觉得跟女生或者一个男生，然后买花走在路上，感觉特别的好看吗？整个人就是那个花有一个那个好看的 buff 的加成，我觉得会觉得我会帮他预想说哦，他要送给谁，或者是他要干嘛？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我会这样想哎，还是你们不会？不会吗？Hello 伟霆 ，Hello 思源 ，Hello 博霆 ，Hello 秋日红 ，Hello，Hello， 不会吗？佩倩的感觉，对啊，谢玉安送的枫叶，因为很少人会买花走在路上吧，所以我就觉得哦，感觉拿花挺好看。然后我买完隐形眼镜嘛，我就回家的路上呢，我就想说。难得买花，我在路上自拍一张好了，然后我就拍照，然后我就拍了一张嘛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花上面为什么它
花有时候有那个透明塑胶袋嘛，那个花上面为什么有个绿绿的东西呢？我一看是一只毛毛虫，那是一只毛毛虫，我就哇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你知道，我超害怕的，我超级害怕，我超级害怕，我那时候就觉得 ，Oh my god， 刚靠它好近，应该不到十公分的距离，它已经快亲到我了，就那种感觉，你知道？但它很小只，它超小只，但是我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没办法接受任何虫类型的东西，什么养它，买一送一，我然后我想说，哇，这个花也太新鲜了吧。不用这么新鲜了，贝贝。然后想说怎么办？原本走在路上还没有发现有毛毛虫的时候，我拿花一直都长这样拿。发现了之后开始这样拿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把它甩下来，然后离我超远这样。我好像在遛狗，你知道吗？我样子拿超远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它看起来毫无杀伤力，但是我觉得它长得很，就是在我的心里，它放大了差不多180倍。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我觉得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这样拿，就像遛狗一样，就是在拿，然后走到上来甩两下，这样，甩不下来，怎么甩也甩不下来。然后，过了那个人，马路之后，有个人行道那边就会有一些路树嘛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地板上有叶子，然后我就很像一个怪人，我就蹲在那里，然后一直把那个毛毛虫想把它拿那个叶子把它弄下来。拿落叶一直想把它弄下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把它弄下来之后，它很顽强哦，它抓超紧的，我就看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脚，但它可以抓那个花抓那么紧，我也觉得蛮厉害的。然后我就把它弄起来，然后我就放在叶子上，然后风一吹，那叶子掉下去，我就啊对不起的话，我觉得很抱歉，我怕它摔死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它还活着吗？我就应该还活着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但我真的没办法带他回家，然后只能跟他说抱歉，这样我们真的不适合。哎，我有把它放在另外一个植物上面，我帮他找新的家，对不对？搬家了，终于搬到欢欣的住所，只是。毛毛虫，它是被我强迫，我真的超害怕的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超级害怕虫的人。我昨天那个真的是很勇敢啊！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厉害，我头皮发麻啊！拜托，回来找我报仇吗？应该不是报恩对吧？没有，因为我小时候，也是母亲节，然后我有买花给我妈，我跟我姐一起去买。然后我完全没有发现，我们完全没有发现那束花里面有一只毛毛虫，是直到我们发现那朵玫瑰为什么中间有一个洞，一个洞，我才发现里面有虫，而且那个洞，那能看得到的代表那只毛毛虫挺大的，很大，然后超害怕，我们就丢掉了。还有吐司它在结蛹了，吓死我们了。整个没办法，没办法接受。对啊，有气球，有气球。跑走了，呼呼，过来，耶、yeah ！好，继续。还活着？不行，我想要他，我不想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我想要离开，我想要他离开我的身边，好不好？谢谢剑骨送的枫叶。我真的极害怕。谢谢晴天送的小小树苗，我买从来没有得到赠品哈，你们怎么都没有得到赠品？我永远我还记得一件事情，哇，怎么那么多东西可以记？在国小的时候吧，我们家还有实体店面的时候，那房东住那个我们店面的楼上嘛，然后一个奶奶这样子，那个奶奶。那时候我们下班关店，然后我就跟妈妈在一起嘛，那奶奶就看到，然后就送我们玉米，对，玉米，玉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回去的时候忘记了，妈妈就说什么哦，这个要洗洗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水煮，然后什么撒盐巴、抹盐巴，然后这样吃，我就哦好啊，然后就帮妈妈洗，一剥里面有一只虫虫，然后我就直接被吓爆，那只虫虫也蛮肥美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人生真的是很常收到一些意外的惊吓，超级容易被吓到，
我跟虫虫其实算蛮有缘的吗？很可怕耶，真的是害怕极了。哦，逆缓战争中的大声说爱你，谢谢，超级健康，超级超级超级。哎，想到害怕极了，我跟你们说哦。那个今天早上看新闻，有一只吉娃娃是这世界最长寿的狗狗，它已经21岁了，是一只吉娃娃，吉娃娃，吉娃娃娃，吉娃娃，吉娃娃。我想说，哇，吉娃娃可以活那么长久吗？太厉害了。很强欸，其实敢吃花椰菜吗？敢吃啊，蛮喜欢的。但因为哦，其实我不太知道花椰菜的虫应该会在哪里，但是我目前处理过的花椰菜都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对，吉娃娃已经一来就吉娃娃，跟阿姐一样，不这样吧。我小午餐的包都有什么？拿去给老师，老师吓死跑走。我是老师，应该会被吓爆。哦，梗的夹缝哦，原来哦，我没有看过，目前没有。白色花椰菜比较不没有绿色那么健康，我记得。你要是拿要去哪里吗？没有要出门，我在减少花椰减少花椰菜。哦，减少出门的频率才对吧？我怎么变成花椰菜？我每次边打电台稿，然后我姐硬要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字打错，我就会把一些她讲的东西打上去。我就说：“哦，你现在先不要跟我讲话啦。”然后我就会打错，我不能边看边讲话，我真的会，我没办法，这个时候一心二用啊！天哪，我可能是在家里太久了，没有受到一些真的是多方处理事情的那种机会哦 ，Oh my god， 我的能力值下降了。把家弄得很干净，洗过之后我都是用水煮啦，应该算很干净吧。但花椰菜的价格浮动好高，有时候超贵的，一颗45块，有时候50块，那一颗。小小颗的一餐就没了，你跟我说它50块。电台，今天来反向主题，关于今天的股票，漂亮姐姐。她最近要考一个什么证照，然后最近在读书。然后他礼拜六晚上会考完，然后我昨天就想说，我姐昨天就先睡着了，睡觉了嘛。然后我想说，还是礼拜天来开一个披萨 party， 我就很想要吃披萨，但是我一直找不到那个理由让我自己吃披萨。我就说，哼，姐姐应该会答应吧，我们可以一起边玩 Switch， 然后边吃披萨。怕胖的话，我们再把健身环拿出来，感觉还不错。很久没有吃披萨了，母亲节妈妈不在，我们就是这周就是我原本想说我要回去，然后我就想算，因为我姐她工作的地方其实陆陆续续也开始有人就是确诊，然后我就是说好吧，那。因为你每天都出去上班嘛，对不对？我在家里其实也没有到很安全，因为你进进出出的。然后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先不要回去好了，因为毕竟爸爸妈妈也50几岁了嘛，就是也是算年纪比较长的，所以我会担心。对，吃完运动消耗掉吗？就希望可以抵消，对对对，就是心灵上的法则，就是我有做那就有消，就像吃一些很油的东西，你旁边配一个什么美招啊或油切那种茶类，但其实是没用的，我们安慰的只是我们的心灵。谢谢时代帮上的告白气球，
今天第一次穿吗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没有机会穿新衣服，最近，但我很想穿，所以我就先穿了。那下次 po 文你们看到的话，请说它还是新衣服，它依然是新衣服好吗？对，依然。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的功用啦，对你喝那个还好，它让你觉得没有那么腻，然后它的茶就是涩涩的，就是苦苦的，让你觉得好像那个油的感觉都不见了。但我是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差别，直接把你的那个留言删除。你们的脑袋脏脏，准备换季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就是先把我衣柜什么都不动，我就等到就是七月再动啊。那时候肯定是夏天了吧？我不换季了，麻烦死了。一个礼拜我体验了春夏秋冬哎，然后今天又是要热不热，要冷不冷，要就一直闷闷的那种天气。我的房间的湿度有80%，你知道？我昨天我觉得我睡在水上，我是少年拍的奇幻漂流，少女期的奇幻漂流，痛苦。我今天的手机耗电量很快，为什么 ？Why？ 走过四季，是你给我的力量。你们对少女有什么意见？哈？意见？电子健康应该不太健康了吧？开直播的手机通常我觉得都不太健康。我现在在家里都会就是放音乐，让自己感觉比较快乐，就是在家里也不要太无聊，就是随着音乐然后觉得心情会渐渐会变好。然后我姐就说，因为我说边玩游戏嘛，玩动森什么的，然后我听音乐就这样，然后很开心。然后我姐就说你在开心什么？我说这首歌蛮好听的、啊，然后说摇起来，然后姐一眼就是在看一个就是被关很久的人那种神经的那个眼神，那关爱的眼神在看着我，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被歧视。我姐说不跟我一起动，难过。王道轻熟女，没错。我完全忽略有某些人讲的话，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。我真的不会玩那个很操作性的游戏，我跟你讲，我动身啊，铺那个地板，我有时候都铺歪，何况是你说你要打那种，就是很王啊，或是干嘛的？而且嗨起来他不嗨啊，他说不要吵啊，读书。我就说，上周假日你又不读，你现在才读。他说要考试了，当然读啊，前三天呢。我们俩互相嘴，然后之后就说，他之后吃饱说我要睡一下，我就好哦。然后我心想说，你不是要读书吗？你不是要读书，骗我。In-game 跟那个不一样。今天太好看，谢谢。谢谢秋日红送的闪光星星，一睡就8小时，没有啦，才有精神读书。有些人是这样，有些人不是。因为像我的话，我睡一下下起来的话，我头会很就是晕晕胀胀，睡不好，所以我不太适合。没有，是操作型游戏跟那种 in game 不一样。
我可能就会先去就是洗澡，或者是稍微拉筋伸展一下，然后再拍一下自己的脸，这样起床这样才会继续看书。对，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吧，考试的时候都这样，因为我睡一下之后，我就会告诉自己再睡一下下吧，然后就再也不会起来了。就失败太多次了。谢谢丹巴拉松的带我去流浪，谢谢谢谢丹巴拉松的会员票。我跟你讲，我起来不止一个小时之后，可能是三个小时之后，至少我就睡一睡，怎么已经一点了？那我是不是要洗澡睡觉了？嗯，应该是吧。然后去洗澡，然后去睡觉。我大学很常发生这种事情，哈哈哈哈。休息，睡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就再也不会打开那本书了。一下即是永恒。有这么好看吗？今天可恶！哎，我今天没有要出门，对，我只是为了直播，对，为了你们。Because of you， 为了你们。想看什么电影吗？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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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宇宙？那个杨紫琼演的。那个多元多重多元多重宇宙。么的多重宇宙，我怕他们觉得我在讲脏话，我还是要把它就是逼一下。完妆状态吗？不是，我没有画睫毛，眼影其实也是淡淡的。而且我怎么长这个痘痘了？可恶！因为太晚睡了，都是动身的关系。我昨天半夜还在铺地板，就是眉毛有画，然后口红，然后粉底上薄薄一层，然后有画一点点眼线，一点点一点点。哎，不要爆雷！不是还在晚睡，当然啊，我就是一个告诉自己有点微强迫症的人啊，我要盖到一个段落我才要去睡觉。外面的声音是下雨吗？现在还是没有下雨。谢谢钟医生的告白气球。难道我的眼线？那你要帮我观察谁呢？谢谢。而且我觉得很好笑，是我最近因为演唱会不是延期吗？然后我想说哇，我又多了好多时间哦。然后我岛屿原本是一个走一个自然风的那种原木啊，然后一些可爱的碎花，然后地板上有一些可爱的花这样子，就是我把它全改了。一听到延期，好吧，那应该很多时间吧。然后因为一定会找一些很厉害的岛主，然后看人家的岛怎么盖，然后人家的介绍什么的，我就想说，我把它拆掉。然后我昨天一直很认真在那边拆我的岛，然后我今天又在很认真在盖。啊！笑死我了。什么？不要补偿，干嘛补那档？傻眼！对，我现在就是翻修，因为我想要走一个那种欧式的风格，好麻烦啊，人呢？欧式的风格很好看。我先把一些就是地形弄好，这样地板先铺好。我铺地板铺的好累，铺到心累，你知道吗？
钱够吗？目前还够，但是因为盖这个还不需要花钱，对，地形什么的不用花钱。我想走日式风格，全拆了。对啊，一周不可能盖完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。我之前那两座小山，我就花了，不是美瑛那个小山哦，那两座山我就花了至少两天吧。然后就现在回头再看，我觉得真的丑，真的丑。那没有炸弹吗？然后这样炸砰，然后整个就是平地这样，唉。今天有没有个美美？就是没有。我以为我的举手投足都是蛮好看的。我之前有玩过 Minecraft， 然后但是我觉得 Minecraft 它的，因为它有些模组嘛，然后你可以下载或者是材质包，但是对那个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有点太难了一点。再来的话，我觉得里面东西没有那么可爱，没有那么可爱。还会有一些就是 creeper， 然后或者是僵尸走过来吓你，然后我就觉得心里很累。我本身就很容易就是受惊吓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还要这样玩个游戏，战战兢兢的，我可能会就是心脏，我的小心脏受不了这样的冲击跟冲撞。对，就是很可怕。猪很可爱，动物挺可爱，但是其他的生物就算了吧。兔子挺可爱的啦。Creeper 真的很可怕，还是突然在后面，然后你就会，这真是刊登，这是最可怕的生物。高中吧，还是国中忘记了，应该是高中。然后我就玩那个 Minecraft， 然后我妈在后面跟她朋友们在桌上游泳这样子，然后我因为戴耳机嘛，那我是耳罩式耳机，所以其实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。我就因为它蹦，然后就是这样全罩，然后就哇，很刺激，然后就抖超大一下，然后我妈跟她的朋友怎么会看我怎么了？我这样子没事，被吓到了，然后觉得自己很丢脸，就我想要躲起来哟，拜托不要看我那种感觉。而且我真的抖超大一下。我真的是抖，而且我真的超容易被吓到，然后就是整个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吓到，就是整个抖超大力的。像是我忘记干嘛，就是突然有什么声音，走在路上突然有什么声音，我也会被吓到。我就觉得旁边的人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胆小啊之类的，人这么高这么大只，还这么怕东怕西的。哎呀，我上次不知道看了什么，就是算命吗还是什么的，紫微斗数干嘛的，他是说我这个人很就是蛮容易被吓到的。我想说很有道理，我真的觉得我蛮容易被吓到的。我真的是抖超大一下，跟那个午休抖一下，那个有些人你好那种感觉，就是这样。也不是大惊小怪，但小怪是用在另外的事情上面，或是被吓。会看唐老师吗？哦，有时候会。对。你还在说你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唐老鸭，不过这样老师要生气了，我们的国师要生气了。午休不是抖一下就开始，然后继续装没事吧？哎，超多同学都这样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我真的很常睡一睡，然后就是抖一下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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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超常的，就是我有时候在睡觉，然后看什么影片吧，然后我觉得睡着，那影片有点就是声音嘛，然后它声音比较大的时候，我就会抖超大的消息，哦，没事吧，应该没事，然后就关掉。然后或者是另外一种是，我睡一睡就会突然抖一下，就是跟午休的那个状态一样，但是我是晚上，但是我还有意识哦，我有意识。
我不知道这是叫什么耶。对啊，不知道这个的原因是什么？起源吗？王国的起源，抖动的起源。你有把胆子生下来的？我觉得可能是哦。我其实也很害怕，你看我怕虫，然后也怕某某就是鬼之类的那种，然后或者是也怕。也怕没钱，不是，也怕，被吓到这样子，很jump scare 人哦。抽筋吗？不是吧？抽筋不是痛吗？抽筋会痛吗？还是会害怕陪在你身边，是这样吗？谁都怕没钱，我还怕肚子饿呢，不想肚子饿。怕没钱，我是巨蟹座，但我没钱。Switch 不能开机吗？这可能哦，最近的话我会怕哦。我跟你说，姐姐怎么办？不能开机，马上再去买一台吗？早安，第二免运哦，有啊，我知道，我已经下了两单了，拜托，我早就看好了，拜托。动身传达，哎，我很好奇耶。假如我换，对啊，那是不是没办法再开？因为我存的是主机，但是我手机里面就是那个 Switch 的那个 Nintendo 不是有账号嘛？所以那个不能是怎样去再登录吗？它依旧不是我的吗？纯美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教我。什么东西？这里还有云端啊！这好云端，很会转。谢柠檬送的小小树苗。谢思琪送的小小树苗哦，所以它并不关账号，太邪恶了吧！回个讯息啊！我有那个啊，我有账号，代表我有月费，有，我那时候买的是三个月吧。今天背后怎么了吗？背后怎么样子？怎么样子？这边背后长得蛮正常的，蛮正常的吧。Hello， 嗨嗨，皮钱，谢谢你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南野秀一送的梦幻泡泡。重做酷宝，我直接不会再玩了，我不开了这游戏。没有啊，只想说背后怎么了吗？我刚没看到。是一个感觉脖子会断掉的姿势，那背后蛮正常的。谢谢平平送的黄康奶心，这个回眸，回眸一笑百媚生。居然不出门，对，我不出门，不是啊，穿给谁看？因为我自己出门，我自拍，我只能拍到这个地方啊。主机不能坏啊，好难哦，好难懂哦，算了，等事发之后再说吧。完美姿势吗？完美都是这样子，完美是这样子。
们会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拿个包包这样，或是拿那个什么 Starbucks， 然后拿个墨镜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他们都这样，他们都这样，就是那种人家说的那种 pose， 有点偏欧美的感觉。他们是一定要最把身体的曲线，然后硬要凹，就是超凹这样，然后手要打很开，然后这样，大概这样。哎、欸，真的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某某姿势就长这样啊。什么 Airspace？ 你说这件衣服吗？不是哦，不是，这件是日牌的，对，我有忘记，你知道吗？古人言重前景，对，哎，我之前去一开始上教练课的时候，其实我听不懂古人前景跟后景，我真的完全听不懂，为什么说前景是我要往前凸吗？我以为前倾是往前凸，但前倾是你屁股往后，它都会前倾。所以我还是很就是，因为我以前吧会硬，就是可能是那时候是小时候练芭蕾，然后老师就说一定要把就是屁股这样翘出来，然后很挺这样，然后一直都习惯这个姿势，所以我的骨盆一直都是前倾的状态。哦，对，今天穿哦，昨天也穿短裤啦，只是昨天的衬衫比较长。那时候我学着学超久的，因为我不太懂。那你不是位移啦，位移感觉已经受伤了，就是正常的就是姿势，正常的移动。黑建成送的红玫瑰，所以有阵子觉得哦，原来我屁股感觉比较翘，原来不是这样原因，所以我姿势错了吗？突然觉得我之前优点好像不是优点，只是一个没有站好而已，只是我没站好，站没站样。会露腰吗？不会，他不会露腰，因为他腰在这。如果他这段没有的话，那就会露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是蛮长的。现在是锻炼的成果了，我还是会认真注意自己的姿势了。因为有时候还是会回去，就是那个状态，就很像那种，灰姑娘的那两个坏姐姐走路的时候就是长这样，然后屁股很翘那样，然后来像这样，然后走在路上的那种感觉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生日快到，想要生日企业设计的想法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但我们已经弄好了。这件衣服保证大家都可以穿，好不好？大家是可以穿的，好不好？放心放心，我自己蛮喜欢的啦。欸、我有问过我姐，我姐说蛮好看的，所以我代表应该是能看也能穿吧。经过我姐的那个审美，应该是 OK 的，应该。我觉得很可爱，我自己觉得很可爱。没有，因为我其实在教之前我就一直有那个想法了，对，所以我这次弄得很快。好适合坏姐姐，我真的觉得我超适合的，拜托，我超适合演坏人。我觉得我很适合演坏人，好想挑战啊！你知道坏人要演好很难呢、欸。
适合是什么？现在精神上的红玫瑰，年后不要，年轻的后面感觉特别狠。你说能够成为后母的人还这么年轻，他一定有个什么技能，这样的感觉吗？谢谢建成送的小小树苗，阿四啊，没有阿四，阿四的口头禅是呜吼呜吼吼，然后打招呼的用语是 Hey what's up。我弄的宫廷剧，我超喜欢宫廷剧的，拜托，安陵容很棒哎，我超喜欢安陵容的，拜托。这也是美貌吧？不不，他的手腕一定也很强，一定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，对不对？才能爬上那位置。他是变成 AB 的形状，干嘛？我觉得很可爱啊！在想下次要用什么？有人在问我，我就会再弄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宫廷剧，要看宫廷剧经典对话。哎，我真必须得说哦。那上面上面是演我啊，对不对？好像臣妾版本，跟你讲，他们语气完全不对。这个是要经过多次的揣摩，跟多次的模仿才弄得出来的，好不好？他们这样完全没有抓那个精髓。宝轩，我的声音对，对，演唱会目前是延期的状况，然后状态，那有什么新的资讯呢？官方网站会再公布。对对对，那也请大家最近要做好防护，然后照顾好自身的身体。我真的觉得 这句很赞，就是容不容得下嫔妾是娘娘的气度，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臣妾的本事。我这句话真的超强的，真的超喜欢这句话。但是我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没有感觉，但是我觉得想讲，嗯，很厉害，这句话能写出这种东西的真的好强哦。这任何东西都可以放上去，职场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很霸气的超赞。超赞的这句话。有时候就是想一想东西的时候会突然想到这句话，想说那句话到底怎么讲啊。就是喜欢到有时候想东想西的时候那句话会飘上来。换个主持会变成加酒语录，你帮我换，你感觉很厉害，你感觉很会，来一点。不配爱人还是小三？没有吧？三喜担心什么？怎么了？本宫看起来很坏吗？没有啦。刚刚什么？能不能被前辈，不对，你容得下感觉就错了。
三星快餐四星很贵吗？哦，我目前是因为之前家里，因为我们家有自己的算小小的公司吧，所以爸爸之前都会买快餐四季，然后发给员工说每周都请他们塞一次，然后他准备他们的份的时候都会准备我们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家还有五个，那还够还够，我们家还够，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外面卖多少钱，但就是有听说价格蛮不一的。上班去咯，好哦，拜拜毛巾哥。出门小心，在爱情里，爱情的世界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哦，那蛮傻眼的这句话。五箱吗？没有，五包而已，五组而已。我还没有开始去排队啦，但是我大概知道我们家附近的药局大概几点开。好，那也要请多多支持哦，建成。今天穿着100分。好哦，他几拜拜。但是我觉得皇后的台词很赞，就是那个《甄嬛传》皇后的台词。背景款的孩子，好哦。有的药局点开跟几点开始卖快餐又不一样，让很多哦，是哦，是这样哦，不是会发号码牌吗？我不知道。拜拜，刚刚工作加油，好，一成拜拜，拜皇太后。好像假崩了哦，那个阿达有一首歌好像就是假崩，皇帝怎么吃饭怎么的，我找一下，那首歌好像蛮可爱的。吃饭皇上，他吃饭皇上。很可爱。假奔皇帝多啊。但我比较喜欢那个大渊的一个，有一首歌就是肥男帮吗？皇帝假崩，这是什么梗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首超可爱的，我很喜欢。9点。到说10点开始卖，就这样子哦。那有没有很多人排队啊？打满3季吗？早就打完了。我就是超快去预约那种人。我觉得华妃真的演得太好，但我觉得这种演得很好的人，他们就是要突破那个框架，好难。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现代的剧，然后他们接就是不管是孙俪还是就是其他里面的演员接吧，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。他
好像少了什么，例如头上戴点花，或者是你的指甲的指套呢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谢谢 Lolly， 今天这么好看，这什么西部楼房外墙？哦，不是，不是我要的。嗯，对，哈利波特演员也是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哎，不是。很空之下，哎、欸，那个照片有点太丑了吧？太丑了，哎、欸，那个是太丑了，丑到不行，哎、欸，那个不行吧？我告诉你，准备收船票。好，寄信到你家。好像不好看、啊，不好看。就没被寄信，但还是从公司那边发出去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可爱，这首歌好可爱。哎、欸，举手投足好看，但是你有些定格还是会崩坏，好不好？这心里，东西。出门前换个心情，对生活重新定义，旅途之中留下回忆。我们家这边一直在施工，好生气。海边清澈的岛安慰，降落在地图上，朝心中所想。有些戏剧既要演好人，又要好人中的坏人，什么意思？叫好人中的坏人。Hello， 亮。我是怀疑是下雨的声音，到底还是什么声音？串年终了。要靠这赚钱以后。魔鬼中的天使哦，谢谢，蛮好的解释哎，一语道破。方向迷失和过去，握在眼前，不怕失去。你说像史内普吗？其实好人又是坏人，也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。我坦诚，这个意思吗？手上那张可是做的是好事，太难了吧？啊，施工人员可以在家附近做工程，我没有。这不是什么羡慕的事情吗？我超讨厌他的，没有啊？我觉得很困扰。不择手段的好人的概念，难懂哦。不择手段的好人，应该就是史内普吧？我觉得。这粉丝怪怪的，你们、啊、你们都很奇怪好不好？有什么反应？这是这种类型的角色吗？比较著名的，就跟我分享。我真的想不起来，想不出来你们说的那个意思。谢谢专飞，难聊。猛毒啊，我没有看猛毒，因为我觉得。
他长得有点可怕的，那么多粉丝不要喷我，我没办法，那个我真的没办法，对不起。萌都萌萌的吗？对不起，我刚刚脸好像太丑了。萌都萌萌的吗？我刚刚真的一点嫌弃啊！怎么办？天哪，我要被急了！天哪，哎呀，我不行哎、欸，萌都我真的不行。管你行不行啊，别讲了。对，很多人觉得猛毒蛮可爱，但是我真的对异形这种，我还是没办法接受嘛。就是我不是接不接受也不关我的事，而是我还是没办法到非常的喜欢，对，所以觉得有点可怕。但我没有要诋毁他的意思哦，我只是觉得他就是比较个人的 style 跟特色。别生气。哎，灿烂的笑容跟大舌头吗？他笑容有点过于灿烂跟耀眼了哈。哎，所有心的不是我，是公大叔的。大叔的是他。收到各种投诉，完了完了，堪忧。哦，耿鬼就蛮可爱的啦。这个我能接受啦，跟鬼 OK， 但是猛毒的话，我觉得我的心脏没那么强大。啊，那个女主的女主哎、欸、女主唱。那个女生，她的团体叫 Limi， 她觉得很有缘。哦，我不知道，她耿鬼长大不是只单单变大只而已，会变得比较可怕吗？看《寄生虫》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怎么可能会去看？我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。这个我真的不可能。不行不行，我办不到。啊哈！哎，不要逼我喽！不行，这个我不行。放过，求求你放过臣妾吧，臣妾办不到。那些不得已，不是臣妾最痛心、最不可承受的部分呢、啊，皇上。我眼泪要出来了，导演再给我10分钟，是不是太久了？极具耿鬼是山洞，还是山洞？还是山洞？好酷哦！戏精 ，Yes， 我是哦，我一直都是啊，我很烦，我一直都是。我要求导演时速加长。这个路线能长越来越奇怪了。故事酝酿很久吗？哦，我觉得要看前后状态、欸，就是他的戏的部分，然后加上他的剧情的编排。假如是讲一些关于家人类型的，我应该就蛮容易哭的。对，
下半身在地板里啊，他是卡在洞里吗？这几年的直播与应援真的是错付了，什么鬼？特价，我应该不会因为这样哭了，好不好？小心脏没那么浪，没那么脆弱。午安啊。但是我蛮喜欢读本的，就是有时候去试镜或什么的、啊，他就是给你一小段台词嘛，然后回去自己练。我真的喜欢演哭戏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就是哭完会很舒服，就是心情会很舒服。像我有时候压力比较大或是干嘛的，就会很想要通过就是。哭来让自己的情就是心情会变好，但是你又不想要因为就是某些事情哭，就是啊、哦，可能是这件事情让我压力很大，但是我不想要为了他哭，就是那种我不想为了那件事低头，所以我要看别的电影，我是为了他哭，不是你的那种感觉，我还是会继续跟你奋斗，但是我因为这部电影而感动而释放那个负能量在那边，但我还会继续跟你撑哦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我连这个时候都要爱面子。好烦的人哦，极度爱面子的人。我觉得这样还不错了。我蛮喜欢看电影，就是透过看电影哭，或者是读本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会带入那个角色的情绪。天哪，所以我很不能看一些就是像狗狗的电影哦。我一定哭爆，那是我的弱点。我从来应该说，我自从可鲁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家里看可鲁之后呢，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任何关于狗狗的电影了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太沉重了。在等快筛结果，还好吗？这女小八，我知道这部我也不敢看，我是那种。忘记了很久以前这种学校一定会放给你看的一部 电影，然后是一个弟弟然后到那个山里，然后跟阿嬷过那种暑假那种，然后弟弟就跟阿嬷说想要吃肯德基还是干嘛的吧，好像是我忘记了。然后那个阿嬷是有失明吗？什么眼睛不好？叫有你真好吗？不知道，我那时候看了那部，哇，哭爆哎、欸！学校哭爆，泣不成声。我是哭得很惨，但是我不敢发出声音啊，我怕，我爱面子。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，no way， 不行，阿嬷不行啊，那种的。超难哭，你就看我 IG， 谢谢。我忘记了，忘记是什么了，反正就是他们沟通比较没有这么的顺。不行，那种戏真的是不行嘞。哎、欸，假如我未来有机会接到这种戏，我应该会一直克制这种心，说我不能哭。我不行，等一下。那种，然后妆法还说你不要哭，你的妆你不要哭这样，然后很紧张。等我一下，我快好了。我不行了，这种类那种题材啊，对我来说太辛苦。我那个人就不用十秒情绪吼，我马上就哭。演是奶奶还是孙女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也想要收传票？大家信箱最近很空，是不是？萤火虫之墓哦，小时候有看过，可是小时候比较没有那么能够去理解剧情，但现在就是觉得啊，希望这一切就是。
我觉得每个人都和和平平、健健康康的。有时候看新闻看了还是会觉得很难过，就是怎么现在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呢的那种感觉，怎么突然变大声，就会很为这件事情难受吧。我现在就是没有长大之后没有再重复看《萤火虫之墓》，没有再看。水果糖哎，水果糖蛮好吃的，必须得说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我一吸吸吸，我一吸吸吸，我一吸。这台主播好拍，哪有？哎，我人很好吧？你看我的粉丝都有人叫人好了，对不对？叫什么？吸引力法则啊！朋友都奇怪怎么被 Q。我以为大家喜欢收件，可恶！这么多苦，别再给自己负能量。五，每天来一点有趣的负能量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反而就是要担心的是那种很积极过生活，每天都很正向说耶我今天已经真的很好 you can do it 的那种人，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会很多东西不敢说出来，真的会比较辛苦。来问本身旁有这样的朋友，多多关心人家吧。我没有说人家一定过得不好，但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一个有压力比较不敢开口求助或者是诉说的人。学会拥抱黑暗，我觉得是学会理解，就是了解，因为更了解自己啦。我觉得长大会渐渐的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或者是当某个情绪在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自己帮自己排解压力。Hello， 萌骑士。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可能也算是一个人家说哦你好正向哦，什么都想得很好，什么什么干嘛干嘛，因为我都会说没关系，这东西处理就好了，加油，我可以啦，可以可以 ，OK OK OK OK， 这样子，这种感觉。但我的那种 OK， 以前的 OK 是告诉自己一定没有问题，这样子那种心情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那种勇往直前吗？就是那种瞻前就是不顾后的那种想法比较多。那现在那种 OK 一定 OK。但是我知道它的难处在哪，但是我会希望我是跟人家说 OK 我们一起来处理，既然这件事发生然后我们就去做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承担，错了再改就好啦。虽然这东西真的是真的是觉得不行了，我也觉得很烦躁，但是 OK 啦，一起来啦，那么要睡一起睡嘛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来一起。我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长大就过得比较chill，是chill吗？chill嗨嗨，可是长大了之后会比较面对一些事情，比较愿意跟别人说，哪里不懂，哪里不会，哪里觉得困扰，哪里觉得需要协助。虽然有时候别人说，长大了面怎么脸皮越来越厚啊，越来越不敢跟人家求助，但是我觉得我是相反，我长大了反而比较敢跟人家说，就是一些我自己觉得很不懂的地方，虽然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明明就懂那么聪明，你在装不懂对吧？我想说你在瞧不起我吗？我还是一个不会的地方的那种感觉。你很压抑吗？正常啊，正常人都蛮压抑的吧，因为我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啊，必须得这样讲。从以前高中到现在，高中开始，我就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。我是超级爱面子的人，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具选手吧，就是一个学校派两个，一个正的，一个副的，就是正选的选手就是一直在培训的，
然后负责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蛮酷的机制，就是他们抽签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整个学年级，然后抽一个人，然后就这样培训的，忘记是几个月吧，然后就送去一起比赛。那时候我就没有得名嘛，然后隔天我就死都不去学校。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学校比较严格的是，假如你没有到，他们就是会算出学习是班级的成绩。但是我那时候不想管那么多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丢脸。但其实别人完全不会用那种，所以我觉得是自己想太多。没有，是现在长大了才知道有些东西。有些东西你是时候的放手，或者是说的放手，不是那个放手，是很想唱，就是你反而不是失去，而是一种获得，好像是这样讲吧，是一种获得。而且有些东西你把面子做给别人，反而别人你会得到的是别人的尊重。而还有一种感恩，就是说哦，别人会记得，可能会记得这个人在某个时候有帮助过，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或者是在更久远的以后，我遇到什么困难，他假如会惦记着这件事情 ，maybe 我呢，因为我当时做了某件事情，我会得到一些不同的回报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觉得带着好的心去做事情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对，那个收获不管是别人给你的还是你给自己的，一定都会有一个收获。嗯，施比受更有福。对啊，因为你能给予，代表你拥有的很多。如果你已经不能给予，代表你其实就是你说你不给予别人的话，代表你其实手上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很多，你都觉得自己已经不够了，你怎么可以再帮助别人呢？怎么有能力帮助别人呢？对，我觉得这是长大的课题啦。对，哈凯是说宫斗剧入戏太深，没事，赞啊 ，OK 啦，没事没事。3天哦，就是你，因为现在我觉得快猜它其实也没有多，我觉得没有到100%的准啦，就是你可能隔天也要再筛一次，连续筛个几天才能完全确认你到底有没有事。因为其实蛮多人都是什么3天后、4天后，有些还更厉害，5天后然后才筛出来阳性，我觉得哈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，假如你有什么密切接触者，或者是你身旁就是很亲近家人的人，就是真的有2条线，那你还是要多多注意，对。那就家里有囤一些食物吧，像我就有，我买了馒头，然后冷冻花椰菜。哎，一定要吃菜，吃菜才健康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囤一点。然后也买了麦片，健康麦片。而且最好笑的是，我买回来的纸的，就是我看着我姐纸来吧，那个是健康的哦，你可以吃哦，健康的。然后再看我姐，然后我姐姐觉得，如果假如真的被关，还要吃这个也太苦了吧。我先看她，可是那很好吃啊。然后我姐觉得我过得很可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觉得我对我自己很惨，就是很不好。哎，不是那个真的很好吃，我跟你介绍。等下我盘腿坐，我就是有点拿到。下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无料业配，它是原味香脆麦米片，它含糖量真的是比
其他的低很多。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很好啊，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很好吃，可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别人都会觉得你过得好可怜啊，那种感觉。我想说总共性刚刚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，我喜欢吃这种长肉肉，吃多一点还是能长啊哎、欸，不是正正好，不是没有没有，我有时候还对自己很好，我说会叫外送早餐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蛮好吃的，它咬起来是很有口感的，会这种咔嚓咔嚓咔嚓，嘎嘣脆。先到牛奶先加麦片，我的是先到牛奶就加麦片，但是我不用，我不配牛奶，我配的是优酪乳。无糖优酪乳，好喝啊，好喝！哎，什么？我的地台，还记得那个难过的当下？哎，那时候欲哭无泪，真的。我不是软烂派，我是硬派，硬派少女，硬派的。哦，瘦一两公斤，为什么瘦那么多？怎么了 ？What happened with you？ 好哦，工作加油，就这样。工作加油。大家带好哦，注意身体健康，每个人都是。硬起来，硬！我们的口号，好久没讲这口号了，大家应该都已经渐渐的遗忘了吧？果然，人生啊，有些东西就是会被淡忘。他讲什么都是老生常谈了。很烦的人，这两天肠胃炎啊，哎，最近很多那种肠胃型的感冒，大家要小心哦。肠胃型感冒很不舒服，真的是很不舒服，很哦。其实我现在真的是其实哦，一年的话还好啦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一个月，然后突然降那么多，我觉得会有点。你们是也有体重限制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也很辛苦哦。好哦 ，Olen， 拜拜。哎，你们拜拜。下周见，下周直播见。你现在应该帮自己拍几张照片再去卸妆，不然我们没有照片可以发了，你知道吗？天哪，好不舒服哦！天哪，是腹脚痛，脚痛真的超痛的，不是那个脚痛哦，不是那个脚痛，而是那个脚痛。我的后台，那位姐妹，不会吧 ？OK 啦，这个沉重应该 OK 吧？准备去开会了，好哦，摩羯师开会加油，口罩戴好，摩加油，加油。干不得，等一下就是手机居家这，然后有脚架嘛，刚好就是这样拍，不然一直拍不到除了这段之外的地方，一直拍不到。我觉得这件衣服其实要配个项链，不然这边好空，空旷。拿自己的骨头打节拍，哦，服役哦，辛苦了。那在军营里面还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啊。
哦，还没谈选秀的部分。对对对对，我只说我想要让你们娱乐我。他说好像可以，他说好像可以哦。哎、欸，你们皮肤很容易抓红吗？我超容易耶，我洗个澡，然后我洗都觉得我好像在里面被攻击，哦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就会留下一条一条的痕迹，就是走过必留下痕迹的那种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代沟 chain 吗？这样子代沟 chain。我姐才像被家暴，她昨天又撞了一个超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这样子看她，哇，我这是干嘛啦？哎、欸，这不是莫名其妙淤青的人多好不好？你看 ，Leon 也说他是，皮肤很红，看不出来，不知道啊。我下次看到爸爸，先偷打一下，看看会不会红。都撞断了，都不知道他撞到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姐姐每日任务达成。太辛苦了吧？怪怪的每日任务。Hello Hello。嗨嗨，小易，今天穿那么公主哦？对，因为我现在是在高塔里被囚禁的公主，差不多不怎么出门，所以我只好在这时候穿新衣服了。嗯，不然我没有时间可以穿哦，没有机会可以穿新衣服了。耶、yeah.帮自己戴皇冠。我头发还没那么长，你可能会摔死。而且我发质不好，可能会断发。我所谓衣服已经定好了，但是不会改了。合照我可以想一下，但我那种想法是，嗯，还是我合照会就是穿的跟握手会一样，然后我就准备一套了耶，就这种想法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仔的想法，哇哦 ，Hello， 午安，小明。今天已经受到大家的夸奖哦，你今天什么夸夸群吗？哦，我没有没有双马尾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不要帮我乱讲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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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省钱大法，耶、yeah, ！省钱大法。哦，平常大家的那个嘲讽的，那个能力值点的蛮高的。屁股翘上去了，嗯，不会啦，对，我这个人是很谦虚的。什么？什么叫我嘲讽你们？哎，你们平常嘲讽的我还不多吗？对不对？有啦有啦，大家都有一点那个尊重、友善、包容的部分，也就是我穿的比较好看的时候。果然颜值胜于一切啊！论颜值的重要性，我们好吧，我们组的特色就是这样，可能是因为我这样吧，原因出在我，全都怪我。不该沉默时沉默，不该闭嘴时闭嘴。哎，应该说，我应该通通都要闭嘴。全都怪我，不该拿起麦克风。啊，一拿整个都歪掉。这被我带坏吗？哎，我觉得你这个话有点针对呀、啊，
被针对咯。我觉得你是朝我来的。我心痛。Hello, your life, 欢迎回来。其实朝你的还没错，嘲讽也是往我这边点，往我这边点的吧。啊，不过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啦，虽然就是讲话都就是会呛来呛去，但我觉得是因为有一定的友好程度才能这样讲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然早走心了，好不好？是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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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嘲我怎么来？那个嘲是那个嘲，感觉很讨人厌。哎呦，论中文的奥妙就是这样，太潮了，哈哈，好友的证明，对呀、啊，这样下去感情不会散，就是因为感情好才知道哪些话能讲，哪些话不能讲。如果感情不够好的话，我觉得哦，没讲完一句话我就要担忧，他等一下会不会哭出来啊？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那天讲完就可以为什么会好看我哦？其实我们就是静默都不讲话，是不是？直接走心哦，真的。但我目前还没遇到走心的啦。走心真的会尴尬哎、欸。你不好意思开盆，不会吧？哎，平安中午那个，他真的是，哦，会演呢，很过分，会演哦，臭平安，这被骗，原来大家都超早就到了，可那天我还是迟到，呜呼，啊，没电了。手机要没电了，手机要没电了。走入我的心，啊、好无感，怎么办？好坏啊！我真的是很庆幸哎，我讲话这样子，你们还不会走。对，永远还整我，真的是，唉。好，我勇哥，下周见。你们是 M， 你们一定是 M 属性啊！我觉得要走的早就不在这哦，可能是哦。啊，可是我真的啊、哦，下次还是做一集，就是认识前认识后好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就是你们觉得前后的差异跟，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我以前跟现在差蛮多的啦。一些讲话对应啊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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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东西，一定会有人是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所以蛮好奇大家的想法是什么。差不多要走了，好哟。拜拜，公主加油，要伟大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吗？还是你们？不是吧？哦，我以为你要去工作，不是哦，你是骗我而已。原子是不是欺骗我？哦，工作对吧？你要去工作啊？你什么意思？阿凯，你好乖哦，还好你很坚强。没有，我的粉丝都是要跟我一起练心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承受这世界的压力。笑死！听你的声音，我悄悄的，笑死！谢谢分享直播啊！不过我觉得现在比较轻松，大气压力跟脂肪压力，脂肪压力没关系啦，人生嘛。就是快乐啊，
吃的很快乐啊，对不对？发现撩别人轻轻松松，什么意思？从阿晴这边哦，从阿晴这边毕业，什么意思？我好像是 boss 关卡一样。不是哈，我真的就对这种很无感啊，不能怪我，就是这种超级无感的人。哦，我记得我姐有一次问我说啊，我怎么吃，就怎么这样吃才不会变胖啊？干嘛？我说这可以吃啊，但是你要动啊。哼，我差点那天就要结束生命了，我觉得。哦，呵呵，我讲话还是小心一点好吗？哇，恐怖，情情怕怕。哦，在里面哦，那时候比较，我怎么解释比较好呢？比较珠圆玉润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哇，这个又是救护车的声音，我心慌慌啊，听得我心慌，找不到工作台。晴晴还是晴儿，很像宫女的名字。晴儿感觉只是个丫鬟，不行。我这个人呢，放到丫鬟真的是太可惜了。自己讲太可惜，天哪 ，Oh my god， 厚颜无耻。好哟，小明，工作加油，下次见，拜拜，再见。不是年轻啦，那时候真的也比较微肿，珠圆玉润嘛，对不对？眼柔什么柔闷吗？什么？为什么我很容易被迁怒？哎，为什么一定是我？我看起来不是会活到最后的人吗 ？Oh my god， 看起来不是吗？哎，我也是可以装得很清纯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你在说什么了。哦，你真的哦，下地狱吧。哦，你这样不行哦。我知道会要准备宫廷服了吗？那得还得去租借了，应该这个比较好租啦，对不对？我刚想一下，我想说都看不懂你在讲什么，原来你好坏，哎，祸从口出啊，要谨言慎行啊，各位。能活在你这一定会觉得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再继续，你问大家，我人真的很好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你问我是用尊重、友善、包容在跟大家就是进行交流的。我刚刚想说，要讲什么比较好呢？地狱猎人 ，What？ Why is it hunting？ 啊，对对对，你这个语气，我觉得不对。总是让我能够记住 what 你怎么会这样？实在是太令我难受了。哎，我觉得讲这句话，不后面补这句话也没有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现在等一下看我家手机剩几趴，我摸剩15%。越痛欢越痛苦，好丑，好丑，好丑！天哪 ，Oh my god， 好丑！哎 ，Oh my goodness， Oh my god， Oh my god。
那些把我做丑的人都使我变得更加坚强。我真的不太记仇了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改变我的个性。我记住你了。笑死。啊，低于20伤电池的寿命啊，真假的？那我比我关呢、啊？每个人的审美差，我觉得那个就是丑。好，来讲一下今天排名喽。你在试探我的底线是不是？太过分喽！第十名是刚刚，谢谢，刚去上班了。第九名是品贤，谢谢品贤。第八名是周，谢谢周。第七名是青苹果，谢谢青苹果。第六名是钟莹，谢谢，谢谢钟莹。第五名是龚大，谢谢龚大，谢谢。好，然后好，第四名是张宝拉，谢谢张宝拉。第三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这洛琳照片越来越经典。第六名是洛琳，谢谢洛琳。萌萌啊，你快抽出我的画面来了。第一名是雪代吧，谢谢雪代吧，谢谢。啊，好看多，好看多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的直播，我等一下帮我自己拍一些照片，不然我真的没照片可以用。但这系列也只能用一次，或者是隔个差不多4-5天之后再发一次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哟。那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，然后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都要健康，或者也可以就是玩个游戏啊，对不对？打个游戏也挺开心的，王国纪元玩起来好不好？多支持我们的游戏，成员代言的游戏。谢谢阿松的枫叶。那喜欢我的话可以追我 IG 玩游7.14，或者是可以多多听我在 FM96.9 每周晚上每周二晚上6点的台日哈什么哈的电台。那或者是大家可以到 Podcast 上去听，大家可以去听以前的集数，或者是还有那个广播剧，然后请大家多多的就是帮忙，对，宣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可以。お願いします，拜拜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